星流华山一旦苏醒，天空城就会吸收大量的星流化粉，继而撞向南雨都。 姐姐是星流化身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我不能让灵姐姐死。来不及了，只要星流化身觉醒，任何人都逆转不了。你们骗了我！没有人骗你。不管谁是星流化身，天空城都会撞向南雨都。 你醒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还是天空城。不过，很快他就要撞上南雨都了。撞向南雨都？这里面装满了岩和系的烈火武器。你猜，他一会儿撞上南雨都，那还能有活人吗？云华镇，你给我滚过来！ 确实有一个庞然大物在靠近南雨都，看样子，很快就会撞向我们了。天空城，这就是人族自白女皇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大阴谋。师叔和师兄殒命时，星辰阁的百年基业已毁，我之所以忍辱偷生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个消息。被星灵化粉激活的天空城，加上棘手的岩核武器，是无法战胜的。王爷。 你抓紧时间下令，让羽人牵一把。南雨都羽人有数万之众，除了少数能飞翔的贵族，其余的全是平民。聚集所有皇家妃车，也仅能承载500人。其他的，500人，500人也比灭族的好啊！只要人还在，希望的种子就在。
黑羽，撤令下去，所有黑羽军团齐集凌渊台。 化身，没有我易福灵怎么可能觉醒？化身不出世，天空城怎么飞得起来？我已经把你的命格和白庭君互换，现在他才是片羽，你跟星流化身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白庭君怎么可能？他不知道他这样做，易福灵就会灰飞烟灭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他？ 为了片刻的欢愉，他连命都不要了。用不了多久，人鱼两族俱灭，兰州大地尸横遍野。我天涯子将成就万世之功。师父，我要让你看看，谁才是能成就大事的人。你的师父早就知道，你才是那个能成大事的人。 早年间他就想把掌门之位传与你，可惜，你被天机子蒙骗，跑到深山老林里躲了二十年，你还真是耐得住寂寞。<笑>你放屁！二十年，二十年前还没你。这。 别过来！这是什么？你是当真认不出我，还是不相信我？我又不是宇环真，做不出这么精妙的东西。这正是你天机门的传位圣器云涛散。它是怎么到你手里的？说起来，我的皇叔封刃跟天机门也算有些渊源。 临行前，他把这个留给我，做手中的保命符。别弄坏它！说出你的条件。很简单，放我出来。放了你，把它吃下去，我放你出来。这是什么？你要吃了它，咱俩双赢；你要不吃，你陪我输这一仗。 叫催灵丸，它可以让你在瞬间生出武艺，怎么样？是好东西吧？不过，它还有些副作用。放开我！等等等等。 想想的还不堪一击，没有双翼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师兄，二十年了，云涛散终于回到我手里，回到我手里了。你师父的遗愿，就是收拾你这个孽徒。 在云涛伞里面写下了你的命门，脑后反骨。那。
羽族的皇，你的命可真够大的呀。嘿，再大也不过这一时半刻了。羽桓真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羽族的子民是无罪的，你要我的命你尽管拿去，快让天空城停下来。你以为你的一条命就能抵消我所有痛苦吗？你害死飞霜姐姐，夺走林姐姐，我要让你亲眼目睹你的王国毁灭，让你成为羽族的千古罪人。你疯了吗？我的王国也是你的故土啊！废话可真多，一起上。婚的事情，你不明白吗？那都是为了保护易府灵。他是星流化身少武的化身，跟片羽真心一吻之后就会灰飞烟灭。我就是片羽啊！可你现在已经不是了。那师父呢？你为什么杀死我师父？我怎么可能会害季叔呢？这是白天君告诉你的。他说你是要毁天空城才杀死我师父。做天空城，你的话实在是太多了。我是看在你心地纯良，又于福灵亲厚，才将毕生的衣钵传与你。如果日后你要是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为师绝不轻饶，记住了吗？师父曾经说过，他最爱的是林姐姐和师母，又怎会和白女皇联手？是我错了。设置的是自动撞向南雨都的指令，连我自己都无法修改，那怎么办？不行，你先去阻止他们，这里我再来想办法。我现在已经不能飞了，我怎么阻止白庭君？我有办法。
小五，你所有的亲人都住在那云山之上，而我双脚都不能离开尘土，我配不上。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，不就是一个世界的吗？你来晚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福灵？心灵化身跟命中注定的恋人真心一吻，就会灰飞烟灭的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你让开！我不相信。你让开，丫头。易福灵，易福灵，你看着我，我是天意啊！天意，看着我，我是天意。天意，你认得这个项链吗？这个天空草项链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啊。这里面是一颗天空草，用来纪念我们初次相遇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天空之眼，如果将装有星流花粉的天空之眼卸下来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需要十二个人驾驶皇家飞车寻找机会撞回天空城，其余人保护民众向宁州海峡转移。如诸位所看到的，我南雨都已在生死一线，而在我南雨都数万余人当中，不乏我们的父母、子女、朋友，保护他们是我们的职责，就让这等使命、这份决心来战胜我们的恐惧。即使贵族，是不是也该有贵族的担当？是。那就让我们展开双翼，用生命捍卫整个家园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出发。特别让我去。
我们我是不会走的，除非我死。为什么没有停下来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了。南雨渡，我的故乡，永别了。是宇环真，他救了整个南雨都。他生出了双翼，他也是个真正的贵族。啊！长久以来，我们雨族一直以能否凝出双翼来区分贵族和平民。但是直至真正的死亡来临之时，我们才一同见证，是勇气才标志着真正的贵族，真正的英雄。在这上面镌刻着雨桐、岳云奇以及黑羽军团所有牺牲了的战士的名字。使我们羽族傲视九州的，不是星流花粉，而是勇敢顽强的精神。南雨都万岁！南雨都万岁！救不了最想救的人，南雨都万岁！哼，当大英雄又有什么用？南雨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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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王爷。陛下呢？今早离开了。哦，这是陛下留给您的信。王叔，请原谅我的自私。我相信福灵在灰飞烟灭之前一定认出了我。易千机留下的那个盒子让我相信，他不会舍得抛下尘世间的一切，抛下我。即使是踏遍整个九州大陆，我也要把他找回来。
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。雨再大也总要回家，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。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现实烦恼，如何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。带着光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出蜻蜓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回珍藏。未来是什么样，心未免夜未央，身份是一样闪亮。哦，站在逆风的方向，反而更大声的唱，一路青春的一次疯狂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